名门正派真是不怕辛苦。毒是我下在茶里的，若我将昔日道貌岸然、宅心仁厚的玄都山掌教慢慢调教成世人眼中不择手段的魔门弟子，这个过程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？带我走吧。北漠那伙人来者不善，如今他们真正的目的，本想令你在与昆爷的决战中落败，只有从你身上来查了。哼，燕宗主何必一意孤行与北漠作对呢？我只是想送一桩大好处给你。人想要的东西，此时就在我的手。谢燕宗主救命之恩，不杀之意。借那个沈乔来探我们的底。燕无师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所有人都背叛了你，你心中当真就一点恨意都没有？难道你就不想杀那些背叛你的人吗？我可以帮你。这名门正派正义凛然的样子，还真是有趣。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让我领教一下你的春水指法。哼！这一具兽骨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定型。联合中原各方势力，全力阻止北漠势力。一旦种下牛心，于我而言却如同失去本真。我这就先把你打得经脉尽断，一死之全废。你好像不怎么怕死。况且做与不做只在一念之间，何必苛责？九欲不尽，却在本心。神掌教堂堂道门宗师，却沦落到为燕无师差遣。共同中原武林。识时务者不拒之，魔心会慢慢侵蚀你的道心。七星乱象频生，你注定是我们完满的人。你与昆爷合作，足不至于是为了扶持北漠入主中原吧？本座不需要朋友，只有一种人有资格和我平起平坐，那就是对手。不需要你给我一个人，没想到你这么慢，本座都已经快睡着了。你若是想联系，不如联系我。